班还没完成呢。这个后面的话 OK 的哈，这样子哈。你现在是有问题的 ，OK 的，他就等他，麻烦等他一下。跟城市地址，我这个网是设错了，这个设错，这是设错了。指令，你打成接点了。对，来，对，弄错了。等一下哈，我们要连线。所以，来，弄指令。啊，忘掉了。来 ，D I N。我知道。来，框一个。零。来，框一个。几字啊？五零。真的。嗯。好 ，OK 哈，工程原来是这样子的啊，它是这样子。好，再等一下我说你哈，是环境设定问题的。啊，等一下。
你测试可能机台要放平，不然就动态没有办法摆。你的机台啊、哦、要放平，他把你那个自动带放平，没办法摆。没摆平啊，然后你的那个圆形的那个小孔放到零点以上位置，是不是遮住了？放了嘛，然后放平，你这样会滚。对，遮住啊，你给零压一下。然后我现在还没那个。遮住那感测器啊，遮住，然后0.13，0.00压一下。00。现在是在什么模块？城市模块就回放。先去执行啊。城市开始有下载吗？还没有下载。好啊，那你要下载。正在下载。你没下载就是之前的城市在动作。你遮到中间去了、对，你看你遮一下，看接点0.13有没有on？0.13on，对。on了嘛？那0.01压一下。啊，好好好好。哎，你没有自保持住，你缺少自保持回路。所以说，你看你这里底下没有并联。啊，来，我帮你弄好了。好，你可能不熟悉。要有接点，它要自保持。好，你记一下，1.15，这边1.15，对，这边要自保持哈。好，跟着确定。好，接下来你用这个，来，你用你驱动看看，拖拉过来。通常我这里，左滑鼠左键拖拉，你这样就并联错误了。你这样子不会动，你并联在这边不会动啊。啊是啊，要。拿到这边来。如果你不熟悉，这样也可以的。这样好，我知道了。好，你自己知道。好，再录。